丁宁儿拍广告，孙安佐拔腿狂奔闪媒体。哎，安佐这边去倒位啊，你妈还在后面呢。第一看儿子孙安佐十号为公益合体拍短片，没有安佐戏份时，他媒体保持安全距离。哎，要看这个剧情设定，安佐应该是在演他自己啦。第一看他。安佐演技如何还不知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那个迪里面还有镜头。全港电子媒体涌上，打算访问安佐客串去体验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小桥和大道。他现在他爸爸跟他讲说叫谨言慎行，所以他现在履行他爸爸讲的话，谨言慎行。所以他干脆都不讲话，直接快跑。但是我觉得我儿子太可爱了。不对，你想跟他讲话都不理他，因为他怕人家说他是妈宝。所以拜托拜托拜托大家，不要再说我儿子是妈宝，他很独立，他很棒。我对天发誓，是我是儿宝，我是我儿子的宝。可以下单。可以下单。刚不是说没有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盖起来就好。我要剪掉。我要打给我妈。泡面变成大阪烧，炒泡面配面包。好罪恶。